挑战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女孩坏坏。大家好，我是林翔，我在戏里面呢饰演一个一直不快乐的偶像艺人贾斯汀，内心非常的向往成为一个面包师傅，那直到遇到了 Ella 所饰演的阿丹的坏女孩，才开始真正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。没错，我是他的救星。那我呢，陈嘉桦呢， Ella 呢，在电影里面饰演的是一个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一个女孩，一个女高中生。那在这一段过程当中，她也可以开始慢慢理解爱情，可是也体会到爱情里面所有的酸甜苦辣。那相信呢，没谈过恋爱或谈过恋爱的你都可以理解阿丹的心情，希望你们会喜欢哦。在这边祝大家白色情人节快乐，鼓起勇气面对爱情，快点来出动。